好了，这边粉佩奇和黑佩奇，粉佩奇和黑佩奇。这个动画片不是所有人叫佩奇吗？不是，佩奇你给他叫乔治，那是你的图。粉佩奇和黑佩奇两个人，是两边的队长，两边现在在踢球之前开始了一顿嘴炮大战。这边两边守门员站好了位置，要开球了。黑佩奇发球，哎，传给了对方。这边这是个小兔子佩奇，一个人带球，哇，1-0了。这边黑佩奇队已经1-0领先了，门将没有一点反应，这边进球的一方还在嘲笑对方，这个时候粉佩奇感觉很委屈。守门员从球门里捞出了球，放到中间发球，哎，但他没有走到中间，他要干嘛去？那守门员已经出禁区了，守门员严重的犯规了。哇，这边对方的门将很配合的扑倒在地，然后开始说不犯规。哎，这个时候裁判去哪儿了呀？